徐片周，算桥，你胆肥了你，你敢戏弄我？你说你要吃早餐，你又没说要吃什么。你快放开我，我上班要迟到了。算了，你跟我走。哎，我不跟你走，你去哪儿啊？去吃饭。吃饭？这里的菜是不是都很贵啊？这里的装修风格你喜欢吗？我已经把这里买下来了，以后你可以去逛这里的甜品，也可以去逛这里的一切。陈思克那边你辞职吧。你在那边只是个芝麻大店长而已，你要是喜欢十个那样的店，我也给你买回来。楚飞远，你是不是永远都学不会尊重别人？